主料花生米250克辅料油盐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花生米先筛一下把沙都筛出来锅陀鸡里放油烧至八成热时倒入花生米炸边炸边翻动直至花生米浮起来就可以了捞出控油后倒在盘子里撒上盐就可以了烹饪技巧火不能太大否则花生米很容易焦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